恶作剧玩过头，捉弄整人谁倒霉？拉过别人椅子的请举手。好，来告诉大家，结果那个人受伤成什么样？半身不遂。我小时候就真呢，就经过，然后就按人家门铃，然后赶快绕跑。其实从小到大，你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啊？我只觉得好玩。那真会弄死人的，会死人。青春法学院每周日上午10点准时开课。